各位同事，我即马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哎，大家好，早。我姓林吼。我今仔的题目是国家变变变，头一个变是随便凊彩的意思吼。就即卖人对国家的观念拢足凊彩，啥物拢叫国家，比如讲中华民国是毋国家，联合国是毋国家。觉得联合国是国家的，请举手。没有人哈，觉得中华民国是国家的，请举手。还有人哦，好，等一下稍微讲一下什么是中华民国。好，麻烦赶快就座，然后手机把它关掉哈。今天我时间很短，刚又被我们周先生克扣了10分钟，所以我可能会用标的。哦，我用标的哦，反正。网络上有影片啦，有一些以前我讲过的，我就讲得很快这样子，或者我就跳过。我今天其实是一个特别演讲，所以你们很幸运，因为我要纪念一下228，然后我要回应一下那个王玉琦访问中国，所以我今天是特别演讲，所以你们很幸运。OK，谢谢啊。那第二个变是什么？第二个变是变化多端的意思。哦，就是其实国家的形态是变化多端的。为什么中国人笑我们台湾人没有国际观？其实台湾人真的，包括我自己，在最近这5年内，我才慢慢看得懂很多国家的组成形态。第三个变是分辨，就是说你了解一些世界上基本的国家组成形态之后，你才能够分辨什么是比较好的国家，什么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国家。不然你整天在讲台湾独立、台湾建国，你建什么你都不知道。OK，这句话叫"在地上没有别的权威可与之相比"。哦，取自旧约约伯记41章24节。这下面这句拉丁文的翻译，哦，你们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找一下这句话的那个背后的典故。哦，我就不多提了。哎，这个封面有谁知道它的来源？好，这个封面就是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利维坦》这本书的封面。哦，它的作者叫霍布斯，他其实是这个社会契约论的源头。他讲的就是说，现代国家的起源呐，以前中世纪的时候都是君权神授嘛，那怎么样转变成近代国家、主权国家？就是。主要是这本书是一个很关键的象征，就是社会契约论的源头。OK，有大概没时间提了，有兴趣大家可以去听我以前的演讲。我今天的大纲是这样子的哦，首先我会简介一些时事观察，再来我可能有时间讲一下什么叫管辖权，然后我就举一些例子，比如说讲什么是 country nation state 的差别。最后讲一下主权在民，我可能没时间讲这个国家与主权的严格定义。那因为刚有人连中华民国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讲一下，先讲一下什么是中华民国。什么浪费什么时间？没关系。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中华民国。你常常在报纸、报章、杂、报章、报纸上会看到什么？中华民国、中华台湾，这三个到底是什么差别？刚前一位讲师跟各位讲说，刚前一位讲师跟各位讲说，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对不对？没有，大致上没有错。但是你再细想的话，其实它可以分成两个概念，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是指一个政府或是一个政权或是一个政府或政权的话，它当然不等于台湾。如果它是指它拥有中国宪法的那个政府或政权，它当然不能等同于台湾。但是如果它只是个名字，中华民国，你不要把它想象是一个政府，它就是一个名字。就是他刚刚说指鹿为马，那只鹿，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小马，那你跟人家说它是马。它是小马，是不是？它的名字叫小马，它是一只鹿啊。所以，如果中华民国是一个名字，你不要去管它的实体的话，它的确是现在
台湾统治当局的名字，这样你了解了吧？就是你听到中华民国的时候，你先区分它是不是政府或政权。如果它不是政府或政权的话，它就只单纯一个名字的话，它是以前台湾统治当局的名字。现在台湾统治当局的名字已经不叫中华民国了，叫做中华台北，或是中华流亡政权在台北。OK，就是你看为什么奥运都要用那个梅花那个什么？那个徽章，其实它是代表这个统治当局，所以这个统治当局有两张名片，我们等一下来看，大概讲一下。你看啊，这有几种概念：国家、名号、政体、政府、政权，这都是5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你为什么会混乱？你混乱，你就这三个你全部混乱。你看哦，比如说。1912年2月12日，为什么2月12日？因为他是溥仪宣布退位，不是那个辛亥起义哦，是2月12日溥仪宣布退位，好，所以建立了一个北洋政府，政权是袁世凯。好，比如说啦，在这个阶段内呢，他的名字叫中华帝国，然后呢，他有个帝国政府，政权是袁世凯。比如在这个阶段呢，所谓的张勋复辟，他的名字叫大清。它就是君主立宪，它是个军政府。哦，我很快讲一下。你看，它有这么多不同的政体，它有这么多不同的政体，名字都叫中华民国，可是呢，政府都不一样，政体也不一样，政权更不一样。所以不是名字一样，它的实质就一样哦。你要完全去区分哦，名字都是叫小马，但是这个鹿呢，其实品种都不一样。但是它都是代表这个国家，在这些阶段都是代表这个支那国或是中国。OK，那这个到了1945年10月25日的时候，成立占领军政府。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治理当局。你先注意，这里是叫占领军政府，这是根据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再来，在这两个阶段呢，它并没有政府或当局，因为。李宗仁那时候是合法的代总统，他并没有建立流亡政府，所以李宗仁从香港流亡到美国之后呢，蒋介石来台湾建立的只是一个流亡政权，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他可以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占领的军事当局，他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签旧金山，所以他勉强可以算一个占领的，但是到了这个1951年签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尤其到后了8月5日签台北合约，台北合约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蒋氏政权就取得了2张名片3个头衔。两张名片是什么？一个是流亡政府，它代表中国的这个流亡政府。然后另外一张名片有2个头衔，一个头衔是占领军政府，一个是治理当局。2张名片3个头衔。好，再来到了这个。1979年1月1日的时候，因为在这一天啊，这个美国政府已经撤除对他这个政权的承认，代表中国的承认，他们讲断交啦，其实只撤除那个代表中国的政府承认的政权的政府承认，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作为占领军政府了，因为占领是一个国家的权利，所以他不能代表中国的话，他就没有占领权。没有次要的占领权，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只剩下2个头衔了，一个是流亡政权，一个是治理当局。OK， 等一下我会详细讲什么叫做治理当局。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个名字叫中华台北，事实上它有2个头衔，一个头衔是中国流亡政权，一个是治理当局。OK， 这是名字，这是头衔。以前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啦，它有这么多头衔。OK。什么是台湾？我们刚刚看了什么是中华民国，现在看什么是台湾。台湾也是很模糊的，很复杂的。比如说，作为台湾的中华台北不是主权国家，这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台湾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没有刮胡给你刮给你看的话，你就要会判断，因为它是指中华台北，它是指一个流亡政权，它要讲主权国家，这是指一个政府组那个政治团政治组织，这个 state 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再仔细看。所以这两个你就可以判断，这个台湾指的是统治当局。
在这里呢，他说台湾不是独立的，他作为一个 nation 不享有主权。他如果没有挂号挂给你看，你也要会判断这个台湾指的是什么。他这里因为他用的是 nation，所以他这里的台湾一定是指人民，而不是指当局，也不是指土地。等下我们继续看，台湾现在被中国流亡政权作为台湾当局治理，因为它是被一个政权治理，所以这个台湾它是指被治理的那个范围，那个地理概念。然后你看台湾的人民跟台湾上的人民，这里有个上，所以这个台湾是一个地理概念。那这个的，它英文是 of，所以它是一个属性，所以是具有台湾属性的人民。所以一个是台湾地理上的人民，一个是具有台湾属性的人民。很明显的，这个有地理属性的当然包含难民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有属性的呢，当然不包含难民，因为难民是后来因为战争的因素才来到这块土地，所以它不是有台湾这个属性的。其实这个中国是指中国难民啊，它的属性是指中国。那这个台湾当局跟台湾人民呢，又在台湾关系法里面被巧妙模糊。本来你去看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过程，这个台湾人民是指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台湾上的人民，在每行政单位提出的草案跟这个参议院的草案，都是整篇草案都是用the people on Taiwan， 但是后来众议院提出的版本，它就是用台湾当局，所以最后他们就是综合起来，所以他就把这两个混乱混用，好。你知道，所以一个台湾至少这里就有几种概念，三种概念，事实上不止。台湾是什么？根据台湾关系法第15条，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包含五种概念。第一个，台湾及澎湖列岛地理概念；第二个，岛上的人民，我刚刚讲了 the people on the islands， 有没有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公司，这里公司的英文是 corporations， 事实上是指法人啊。法人比较正确，根据这些岛屿法律而设立组成的其他团体机构，也就是说其他的非法人的组织，所以这个都是指组织，一个是法人的，一个是非法人的。再来是什么？1979年1月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及任何接替的治理当局，所以它有五种概念：第一个地理概念，第二个人民，第三个法人，第三个非法人，第四个治理当局。一个台湾就可以根据情况需要分成这五种概念，所以你看到一个台湾，你要去想它是什么；你看到一个中华民国或是中华台北，你要想它是什么。OK， 那我们回到什么是治理当局？这是最近的新闻哈。2014年2月21号，今天几号？22，昨天的新闻，台北松山军机场今天出现罕见的画面啊，这是 TVBS 是不是？还是中央社忘了？一架美国军机载着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到台湾，你们觉得常看到这种新闻？哦 ，OK， 再来看前年的。5月20，好，马英九就职啊。谁来？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又来了，又是坐军机来，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来？所谓的祝贺总统就职是坐军机，为什么？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今天就要讲为什么。你看啊，他说。他这里讲台湾政府，请问台湾治理当局是台湾政府吗？我们等一下来看。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及对台军售，去年在众院，就是前年，在众院外委会二度召开台湾为何重要听证会，然后他去提出一个台湾政策法案，这是新，他们是新版的台湾关系法。等一下我会讲什么叫做台湾关系法。美国总统与国会对台的军事管辖权，就是为什么他们坐军机来。还有这个会牵涉到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来看哈，美国宪法对美国的军事管辖权有三种：第一种的军事管辖权被行使于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中；第二种的军事管辖权被行使于境外的战争而不涉及美国边界，
或是美国境内发生暴乱或内部战争时，被视同交战方的叛军占领各州特区执行时。OK，所以第三个是什么？境内的暴动。所以第三个就属于戒严这一种。第二种，等下就看到。第二种就是叫做军，就是军事政府。第一种呢，第一种军事管辖权被称为军事法 （martial law）。啊，military law 啦，military law，军事法下的管辖权是基于国会的议事规则及战争法条，提供给代表邦国势力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national forces。注意哦，第二种管军事管辖权，它是可变为军事政府，在合宜情况下取代当地法律，并在总统的指示和国会的明示或暗示的制约下，由军事指挥官行使。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哪一种？第二种，有没有？但是你要注意哦，他说什么？第一个军事政府，第二个总统的指示跟国会的明示或暗示。所以呢，第二种的军事管辖权，它有属于总统的，也有属于国会的。好，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哪一种？总统的是哪一种？总统的是来自于旧金山和平条约，更早之前是来自于征服者，来自于征服大日本帝国，作为一个战争法下的 conquer 征服者，然后后来被证实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23条 A 作为主要占领权，这个时候总统有这个军事管辖权，那这个国会的军事管辖权呢，就是来自于比如说签订中美防御协定、中美防御条约，再来就是台湾关系法。这就属于国会的军事管辖权 ，OK。什么是？你看，美国国会的军事管辖权，台湾关系法第14条，我举例啦，其实还有别条也是有关的。众院外交委员会有没有看到？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坐军机来，有没有？有没有？参院外交委员会及国会其他适当委员会监督本法案各条款执行，该协会作业程序。美国与台湾继续维持关系的法律及技术事项，有关东亚安全及合作的美国政策执行，这些委员会将适当将参院或众院报告监督的结果。所以这是什么？这种管辖权是在陈平的时候是一种监督权。所以你常常看到莫拉克风灾的时候，为什么众议院的外交主席也是坐军机来台湾视察？他看到看看这个台湾当局有没有扣走台湾人，有没有虐待台湾人？这样你们懂不懂？这就是国会的军事管辖权。可是对我们本土台湾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总统的军事管辖权。因为总统的军事管辖权不是来自于台湾关系法，是来自于旧金山和平条约，更远的是来自于征服者，就秘书长常常在强调的战争法下的征服者。这是一种特别的军事占领，不是一般的军事占领。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美国总统的对台军事管辖权。台湾关系法是怎么订定的呢？是1979年3月份，3月28号国会通过，4月10号美国总统卡特签署，并往前追溯1月1号生效。为什么他要追溯？有谁知道？我想，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其实已经对美国在玩什么把戏，你已经懂到一个程度了。这其实是美国玩的一个很高明的一个政治艺术啊。好，当然我今天重点不在这里，有机会我再提。第三条是什么？你看哦，第三条 A、B、C， 美国总统、国会、美国军事当局、总统、台湾人民，这台湾人民的 People on Taiwan 啊，危及美国利益，危及美国利益及控制国会、总统及国会将依宪法程序，有没有看到？所以我刚举的那个军事管辖权就是美国宪法的定义。所以什么是宪法程序？简单来讲就分两块，一块是属于总统的军事管辖权，一块是属于国会的军事管辖权。国会的军事管辖权现在是依据台湾关系法，总统的军事管辖权一部分来自台湾关系法，但是一部分不来自台湾关系法，不来自台湾关系法的一部分就来自旧金山和平条约跟征服者这件事情。所以呢，你看哦，
这个第九条 B，他说可由总统颁布行政命令，使得政府不能获得上诉，这个是有玄机的哈。第十条 A，这是台湾关系法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条。其实这一条是台湾关系法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最重要哦。你看他怎么写？美国总统或美国政府各机构依据美国法律授权要求，向台湾提供或由台湾接受任何服务、联络、承诺等事项，应在总统指定的方式及范围内，向台湾设立的机构提供上述事项，或由这一机构接受上述事项。此一机构乃总统确定依台湾人民适用的法律而具有必须之权利者。有没有看到？可依据本法案代表台湾提供保证及采取其他行动，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个台湾设立机构就是什么？简单来讲啦，就是台湾统治当局的代表啦。你懂不懂？那台湾统治当局的权力来源是谁给的？是台湾人民选举给的吗？不是哦，怎么给的？总统确定，有没有看到？总统确定具有必须之权利者，可依据本法案代表台湾。有没有看到？所以是谁在定义谁叫做台湾统治当局？不是美国，美国总统。这样你懂了吧？但是呢，这个是来自台湾关系法吗？台湾关系法是把它讲出来哦，但是这是确认哦，不是台湾关系法授予美国总统这个权利哦。你往下看，好，这就讲了，我刚刚已经讲了什么叫做台湾，这就是我现在要讲。1978年12月30日，美国总统卡特关于与台湾人民之关系备忘录，这台湾人民什么？The People on Taiwan，这个备忘录。表面上是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命令，总统的行政命令，没有经过国会的。他怎么说？我宣告并指示如下：目前有权威去进行我们的计划、交易或其他或关于台湾关系的部门与机构，依照此权威，并且适当的透过第一段所提的机构被指示并进行与实施那些1979年1月1号开始的计划、交易关系。你知道这段在写什么吗？第一个，这个有权威的这个机构是什么？就是以前叫做中华民国，现在叫做中华台北的这个治理当局，懂了吧？那这个第一段所提的机构是什么？就是 AIT 啦。因为在这个时间点，AIT 还没有成立，所以美国总统要赶快先下一个行政命令，去弥补一个时间差。为什么？台湾关系法是隔年的。3月28号国会通过，4月10号才总统签署，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根本就没有提。为什么？因为过2天，就是1979年1月1号，他就要跟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了，懂我意思吧？跟中华民国断交意味着什么？我刚刚讲过了，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占领权了。那没有占领权的情况下，谁去帮美国执行这个治理啊？所以他要赶快定一个行政命令，去弥补这个时间差，懂我意思吧？这才是藏在台湾关系法背后的有趣的东西啊！这个台湾治理当局的权力来源、法律根据，我们继续往后看。你看哦，为了实行北备忘录所有的规定，每当美国的法律规章命令涉及到一个境外的疆域 （foreign country、nation、state）。这三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哦。政府或类似实体时，都要包含台湾，所以台湾既不是 country，也不是 nation，也不是 state。可是为什么那些法律都能够适用于台湾？因为这个，也因为台湾关系法也有这么讲。你看哦，美国人民的利益将有一个很快被认证的公司形式的非官方机构代表，这是指什么？AIT。看哦。隔年的6月22日，这时候台湾关系法已经通过了，好，台湾关系法已经通过了，所以美国总统就下了一个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第12143号，他怎么讲？总统保留该法第三条、第七条 A 及第三条及第九条第三项及第九条 B 及第二句所授予总理的权威，特别指定于第10条 A 的决定权。有没有看到？决定权决定什么？决定谁是台湾统治当局。我们继续往下看，他决定谁？根据该法10 A，北美事务协调会被决定为由台湾人民所建立的非官方机构，而且具有被台湾人民适用法律下必要的权威。那个时候他决定谁？中华民国在那时候在美国成立一个北美事务协调会，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所以他就是根据这个在决定谁是台湾统治当局。好，他说这个取代部分取代了这个那个备忘录。再来，1996年8月15号，他又更新了这个行政命令。总统保留，好，这个一样，第十条 A。法律的限定跟总统的决定，跟依据该法第十条 A 款，前身为北美事务协调会的在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有没有？中华民国都说什么？都说什么？美国大使馆嘛，对不对？中华民国不是都说美国大使馆吗？实际上的名字是什么？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被决定，被谁决定？总统。对，由台湾人民所建立之机构，以具备台湾人民适用的法律及必要的权威，代表台湾。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属于美国宪法规范下，还有万国公法、战争法规范下的美国总统的指定权，作为一个征服者，作为一个主要占领权的指定权。不是美国国会哦。1978年，好，备忘录。OK，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这个台湾当局有多卑贱。这个叫 ADB 啦，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呢，它中华民国本身也是创始会员。好，它是按照区域内国家，按照国民所得分摊。然后这个亚洲开发银行的位置是在首都菲律宾的马尼拉。在这个1983年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美国已经撤除对中华民国的代表中国的承认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共想要加入这个中华民国，他中共表示中华民国可以用台湾 China 中国台湾留在亚洲开发银行，但是美国建议用Taipei China，你会觉得很熟悉，这就是 Chinese Taipei 的变形嘛。所以你要说中国台北、中华台北都是一样的，英文就是这个，或是 Chinese Taipei。所以民进党不要再骗人了，不要再好小了。结果决定是谁？采用美国的建议，为什么？因为美国对台湾有占领权、有管辖权，他是台湾的监护人。所以当然用美国的建议，但是有趣的在这里，在1998年，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后一年，香港也要加入这个亚洲开发银行，但是那个时候就用 Hong Kong China 要加入，但是这个就会跟刚刚那个 Taipei China 混在一起嘛，人家就会以为说这个台湾跟香港同地位嘛，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对，就把这个逗点后面的空格删掉。这是英文文法是错误的嘛？学过英文都知道，逗点后面要空一格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现在去亚洲开发银行的官方网站查，还是叫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当局连他的名字都保不住，卑不卑贱？我们台湾人又被这么卑贱的当局代表，台湾人是不是很悲惨？台湾人自己不知道，以为说。扛着这个中华台北的旗跑来跑去的，参加比赛就很光荣，卑贱呐、啊。OK，这个时事观察我之前讲很多我就大概讲一下，就详细各位可以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就是 ICO 在去年的时候有个
大会，就是说，这个台湾出席这个 ICO 大会呢，是因为这个主席说呢，是因为接到中国政府的建议。好，这是为什么台湾会在那里？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是什么呢？他是用来宾的身份，也不是特邀贵宾，是来宾了。你看，他说 guest 是来宾，而不是特别来宾。这是中国台北、中华台北，反正就是流亡政。你要讲他有两个，我讲了嘛，这个是个名字，他有两个头衔，一个头衔叫做流亡政权，一个头衔叫做台湾统治当局。所以他去参加这个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他是用什么头衔？当然是指台湾统治当局嘛，懂吧？所以一个名字，它可以有不同的头衔，他们就是在搞这个模糊。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所以美国做什么事？美国先在2013年，通过法，众议院通过法案151号，这个法案叫 Bill，就是支票那个 Bill。然后这个参议院后来也通过了这个法案，在7月12号，去年的7月12号，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要求美国国务卿呢推动这个 ICO 在9月份的 Montreal 大会上接纳台湾的观察员身份。这个是什么意思？美国在行使他对台湾的境外管辖权。我刚刚已经讲了军事管辖权，对不对？军事管辖权是最高的，因为我军队。我可以控制军队，我当然可以控制很多东西嘛。但是它藏在后面嘛，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什么？境外管辖权。所以美国通过一个国内法，推动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组织，比如说 WHO，比如说 ICO。你看中国。赶快讲话了！他说：“美国国会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他这样讲对不对？当然不对嘛！什么叫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就是全世，事实就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只会有一个主权政府，代表那个国家的主权政府，这是一个事实。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承认。他承认那个代表中国的主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样你懂了吧？那有违反吗？当然没有嘛，因为美国那个法案是怎么写？他是要求连那个国务院推动 ICO 接纳台湾的观察员身份，对不对？台湾是什么？台湾统治当局嘛，对不对？这个是无关乎那个流亡政权那个身份嘛？美国并没有承认流亡政权啊，对不对？所以并没有影响一个中国政策啊，所以一个中国是对的，因为那跟台湾统治当局或跟台湾人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中国很敏感哦，他知道外国势力介入，他知道美国在行使对台湾的某一种管辖权。台湾人可能不清楚。好，台湾当局做了什么事？台湾当局在美国通过这个法律之后，这个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还发表专文说，他也是说，台湾当局的立场也是要用观察员身份加入。但是后来为什么转变呢？就是说到9月的时候就转变了，变成说，什么声音？就是说到9月的时候呢，就变中国政府建议。其实这是媒体在误导了。为什么？你看到后面就知道。本来美国政府是通过法律说要推动以观察员身份嘛，但是呢，中共反对。中共怎么反对？他说，根据 ICO 的规章，只有非缔约国跟国际组织才能用观察员身份出席，邀请台湾做观察员并不合适，所以他们才从观察员改成来宾。所以这个这样写就是不对啊，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建议，所以台湾才会在那里，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抗议，台湾当局才不能用观察员的身份加入，这样清楚吧？所以这个这样写就有点误导，
这个新闻媒体在误导。OK，那中国这样讲对不对？当然不对，我怎么不对？我们看一下 ICO 的规章，在这个大会的规则哈，的 ICAO 有没有国际民航组织的程序标准规则？大会的规则虽然它只有规范这个非缔约国跟国际组织，如果是被邀请的话，可以作为观察员。虽然大会是这么想，但是呢，理事会的规则是什么？理事会的规则是说，就包含了其他团体。理事会的规则就比较广泛了，只要这个被理事其他团体被邀请，也可以参加作为观察员。所以这个其他团体，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占领地区的管理当局，就是属于其他团体。这个团体是用 body 身体那个英文。然后呢，在第五届大会决议的时候，又把这个邀请这个参与未来大会的权利授予理事会。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理事会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啦。所以中共那样反对，当然就是没有道理嘛。他骗骗不懂的人，不会去查 ICO 规章的人嘛。好，谁拥有台湾的军事及领空管辖权？这就是这一个案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嘛。真相的一环啊！啊，军事管辖权我们刚刚最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来看领空嘛。这是来自台湾危机解密，哦，你看美国再来协会跟这个陈唐山那时候作为国安局秘书长，讨论海峡民用航道可能性，参与讨论的还有联络事务处周主任、国家安全会议张副秘书长等人。杨树地要求台湾当局不可运用政治或媒体手段渲染民用航道的问题，也必须跟美方充分协商才能发布相关任何的回应。谁拥有台湾的领空管辖权？美国嘛。你要发布什么民用航道的东西都要美国同意，都要跟美国协商。你看啊，要跟美国磋商才能发布任何军事行动。陈唐山也同意会在军事活动前第一优先跟美方磋商。陈唐山向杨书地保证陈水扁总统或是国家人都不会介入军事讨论。进入到会议的尾声，杨书地告诉陈唐山，他已跟李天宇那时候的国防部部长李天宇部长交代好，要持续跟美国在台协会保持联系。所以有没有陈水扁代表台湾统治当局，美国总统决定的台湾统治当局要跟美国利益的代言人 AIT 保持联系，这个 AIT 就相当于以前的那个东印度公司啦，像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或者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代表的是那个殖民国的主权权利，它有签订条约跟战争的权利，它是个民间公司哦，它不是国家哦，但是他有那个主权权利，这个 AIT 也是一样，他代表的是美国这个主要占领权，现在是唯一的占领权的主权权利，所以这个台湾统治当局是由美国总统决定的。所以根据这个新闻，可以想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国际组织？联邦政府不是国家，也不是国际组织，能否代表台湾？台湾当局不是国家，也不是国际组织，能否代表台湾？我刚刚已经举那个美国总统执行令给各位看了，是谁决定的？美国总统，而且他一直更新，最新的那一版是1996年的美国总统令。谁拥有台湾管辖权？这很明显的。关于这个防空识别区，各位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下张凤强事件，这跟这个 ADIZ 还有美国的空海一体作战有关。这个 WHO 跟 WHA 跟这个 ICO 完全类似，但是它的结局是，它也是这样子，美国国会先通过一个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推动台湾以这个卫生实体作为 WHO 的观察员。台湾当局提出以观察员、公共卫生实体、公共当局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的世卫组织。
所以这个其实它的前提也是美国国会先通过一个法律，懂我意思吧？但是它的结局是我们现在就是台湾当局确实是用观察员的身份在里面，所以它成功了。但这次 ICO 为什么失败？背后有什么政治磋商？我不知道。你看啊、哦，如果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要用台湾卫生事理的名义参加这个 WHA 的观察员？如果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什么要等到美国表态，中华民国外交部才敢评论？如果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如何能够成为管辖台湾的台湾当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大家要了解这个答案，你要了解战争法。好，我刚刚一开头我已经讲了什么是军事管辖权。为何美国对台湾当局有独排众议的发言权？这是一个管辖权的案例，大家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决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而这一次呢，是为组织的文件矮化台湾国格的风波。那么，美国的卫生部长塞比留斯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很明确的表示，没有任何联合国的机构有权可以片面的决定台湾的地位。Well, the United States was certainly pleased to support the effort to give Taiwan an observer status in 2009 and welcomed the engagement of Taiwan. I had the opportunity yesterday to meet with the Taiwan Minister of Health and the government delegation, and you know, we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o the WHO and I think 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这个影片，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因为我们时间被克扣了10分钟。所以结论是这样，美国卫生部长塞比留斯说，联合国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片面决定台湾的地位。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管辖权的案例。什么是管辖权？不要讲抽象的定义，大家会听了不飒飒。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自然法的管辖权。一个家庭里面，请问是爸爸还是妈妈对小孩子有管辖权？只能选一个哦，觉得爸爸的请举手，觉得妈妈的请举手，好像大家都不太敢举手。答案是这样的，答案是妈妈。为什么？因为你要决定这个小孩子能不能继承这个家庭的时候，请问是谁才能够决定？妈妈嘛。为什么？只有妈妈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爸爸是谁。爸爸怎么知道这个小孩子的是不是他的种啊，对不对？只有老母才知道这囡仔是不是因老爸是像嘛，对不？某点刚逃生啊，所以这是自然法啊，不要笑，这真的。不管你是什么父系社会、母系社会，你要决定这个小孩子要不能不能继承这个哪一个家庭，他要确定哪一个是他真正的爸爸嘛。所以只有妈妈才能决定。所以你要决定一个领土、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既受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什么道理？谁对这一个领土、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有管辖权？就是他知道这个领土、这个政府、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的那个人，懂我意思吧？所以这是什么意思？美国说，联合国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片面决定台湾的地位，他什么意思？只有他才有权利决定嘛，对不对？所以这不是呼应了我刚刚讲的，美国总统决定谁是台湾统治当局，有没有？是谁决定的？美国总统决定的。所以这个就是管辖权，他没有说他拥有台湾的主权哦，但是他可以决定台湾统治当局由谁当，不是今天阿猫阿狗的台湾临时政府、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福尔摩沙临时政府，不是自己冒出来自己喊爽的，不是哦。OK， 第二个管辖权的案例是这样的：2007年的时候，美国要求联合国不再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在也是危机解密啊，《自由时报》有报道，哦，大家可以去看。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为什么？他就相当于台湾这个小孩子的监护人嘛，小孩子没有长大之前，是不是都要监护人盖章？要监护人带他出去招招种，对不对？
所以美国是台湾的监护人、啊、你可以这么想，所以他对台湾这个小孩子有管辖权。好，什么是 country nation state？ 各位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代表台湾是个 country？ 走私报告把世界各国的表现由好到坏分为四大类，最差的一类外国政府今年有16个，如果不在报告公布的90天内做出改善，有可能面临美国制裁。至于次差的观察名单，今年有32国，去年被归类在这一类的台湾，因为良好表现，今年被升到第2级，并受到国务卿莱斯女士的公开赞扬。Despite these serious concerns, much in this year's report should give us hope. For example, Georgia, Hungary, Slovenia, and Israel have all made major improvements, as have Taiwan and countries like Indonesia, Brazil, Bolivia, Peru, and Jamaica.随后发言的国务院兼，所以这个记者或者这个影片的制作人，因为他把 country 翻成国家，所以他就认为这样证明台湾是国家。你听得懂吧？但是 country 可以翻成国家吗？什么是国家？哦，这个我们没时间讲。比如说这个条码590代表是什么？代表这个商品哈、哦，这个你去零售店买，随便买一个什么茶底王啊。这个前三码可以看出什么？登记地，不是登记国。这个登记地就是用 country。比如说香港啊、澳门啊，有没有？马靠啊，它都有 country code 啊。所以 country 香港、澳门不是国家，所以 country 当然不能翻成国家。哦，这个 ISO 也是一样 ，ISO code 香港也有 ISO code 啊，巴勒斯坦也有 ISO code 啊，巴勒斯坦还甚至有一个 state 嘞，可是他们也不是国家。所以 country 在这个地方也不能翻成国家，这刚我刚刚给各位看过了。 nation 是不是国家？大家想一下。 state 是不是国家？什么是真正的国家？ country 是什么？ count 是英文的伯爵的意思，所以 country 相当于是这个伯爵的领地啊，所以它相当于是这个风俗制度的自治体，有相同的民法啊，有相要缴一样的税啊，这一种叫做 country。什么是 nation 呢 ？nation 因为这个 NAT 的语言是 to be born 被生下来的，所以它是牵涉到语言跟文化，它是语言文化的共同体，所以它有时候是翻成民族，有时候又有国家的意思，所以我觉得翻成邦比较好，因为邦有时候有民族的意思，有时候是国家的意思。state 是什么 ？state 的语言就是站起来的意思。站立起来，所以它就是真正所谓的社会契约论那种国家的意思，主权近代国家的意思，所以它是政治法律的命运共同体。为什么男女两个人情投意合互相认同，就像是这两种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两个人同居，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吗？不是嘛，哪一天吵架也是可能分开啊，对不对？生了小孩也不能保障小孩的权利啊，一定要什么？要结婚，要办法律程序，因为结婚法律关系才有真正的约束力，彼此的约束力，保障彼此的权利义务，这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不一定是国家啦，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这种法理。为什么我们要讲法理？这个没有时间讲。这个例子就是大英国协，所谓的英国就是叫做联合王国，它是皇权的一部分。联合王国只是属于英国女皇这个皇权下的一部分哦。在这个皇权之下的还有什么？皇权属地，还有邦联境，还有海外属土。香港在还没有回归之前就是属于海外属土，所以这个海外属土有点像是这个大英帝国以前这个未合并领土啊，用按照美国的讲法叫未合并领土，所以它是属于英国的主权之下，可是没有编入到他的宪法范围内。可是这个皇权属地就不一样咯，皇权属地并不是英国的未合并领土哦，它是只属于女皇的哦。OK， 所以你就知道领土的地位是很复杂的。那台湾比较像哪一种？各位去想一下。比如说你看、哦、英国有什么？
英国有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它有四个 country，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 country 哦。这是一个英国是一个 state， 英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它是一个 state， sovereign state。这个 sovereign state 有四个 country， 每一个 country 都是一个 sovereign nation。所以 state、country、nation、state 这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时候它概念重叠的时候会混用，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它一样，其实并不一样。这个没有时间讲，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主权在民，就下课。OK， 主权什么是主权者，什么是主权在民？这个政客最喜欢讲主权在民啦。我们来看什么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最早是卢梭讲的。那卢梭怎么讲主权在民？我把它翻译一下。他说，社会契约的核心想法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每一个人把他的权威置于公共意志的至高指导之下，并且群体作为每一个人作为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一开始那个封面，利维坦一个巨人，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权杖，对不对？一手拿着权杖，一手拿宝剑，对不对？权杖是代表精神的权力，宝剑代表世俗的权力，比如说征服者，征服者就是代表宝剑，头上戴的皇冠代表什么？主权者。那个巨人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人哦，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人，所以代表这个人造人就是一个国家。那怎么样把这一群每一个一点一点的这个人聚集凝聚在一起，就是社会契约。OK。所以卢梭的主权在民，它有三个步骤，一个是形成公共意志共识啊，好，比如说怎么把这群人扣作会，让彼此有约束力，承认谁是我们这群人的代表，这个代表最高的代表就叫做主权者，它代表公义，然后最高的代表呢，又可以去授权一些次级法人，这些次级法人就形成政府机关，他去实行这个公义，所以。一二到三是授权，一到二是涉及公益及主权者的产生，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国家。所以一到二是国体，二到三是政体。国体跟政体本来是可以分开来的，所以一到二就相当于董事长的产生方式，二到三就相当于总经理的产生方式。好，董事长跟总经理当然是可以分开来的嘛。那以前卢梭他怕说这两个不能合起来，他想说这两个合起来很容易独裁，因为一个要实行，一个要代表嘛。主权者要代表，政府要实行嘛，他怕这两个合起来很容易独裁。但事实上，近代国家也没有真的分那么清楚，他们用别的方式去解决卢梭这个担忧。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假如表决不是全体无异议通过，为什么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为什么几百个需要主人的人可以代表十几个不要主人的人来表决？民主社会说选举就可以代表民意啊，那请问台湾人民选出的这个总统能够代表台湾人吗？不能嘛，不能嘛。如果能的话，美国总统就不会在美国总统令就说他指定谁了嘛。那台湾人民干嘛选举？你知道台湾人民选举的意义吗？你知道是什么意义吗？那叫做提名权。那叫做台湾人民，美国这个军事政府，他要让台湾人民自治，事实上自治。但是呢，他又不去区分难民跟非难民，占领者跟被占领者，他不去故意不去区分，他模糊了嘛？我刚刚讲了 ，the people on Taiwan 跟 the people of Taiwan 混在一起嘛。所以他表面上要让台湾人民自治，他要不去区分台湾人民是哪一个嘛？好，那台湾人民怎么自治？就是他所谓的民主选举，因为美国他标榜民主嘛，所以呢，他就透过这个程序，让台湾人民拥有提名权。所以当台湾人民选完之后，中选会贴出公告的那一刻，就是告诉美国总统说。我们台湾人民提名这个人当我们 的管家哦，懂吗？这时候美国总统就发贺电，就说：“好，我认可这个人。”他说：“我没有管啊，是你们台湾人自己选的啊。”可是并不是台湾人民授权的哦，
这样你懂吧？台湾人民是提名，可是你要问了，难民有权利提名吗？占领中国流亡难民有权利提名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看转播的这些美国高官啊，你们想一下哈，中国难民有资格提名吗？所以就是这里啊，如果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约法三章，这种接受多数人选择的表决方法，至少应在一个场合曾经通过全体无异的表决。所以卢梭他就怕这种假民主啊，你要少数服从多数可以，前提是什么？你必须是一个公民社会，真正每一个人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我们成为夫妻，我们才能决定这个家庭的事务嘛。我们根本只是同居，有什么好吵的？根本还不是共同体啊。所以台湾是不是共同体？现在不是，以前是。什么时候是？1945年4月1号，什么日子？天皇陛下颁布诏书给台湾人民参战权跟参政权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完成了社会契约论跟万国公法里面所谓的编入的程序，所以那个时候才是真正不可分割啦，从殖民地转变成真正国土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算是全台湾人民的无异议了。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现在混乱了嘛，人民也混乱了，政府也混乱了嘛。你看啊，卢梭会区分中产阶级，好 ，citizen 居民、原住民、臣民，所以所谓的人民也是有阶级的哦，也是有等级的哦，也是有阶级的哦。有投票权的、有政治权利的只有前两种，后面这几种没有政治权利。当然，原住民可能会抗议啦，但是这个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情况。但是原住民他也可能变成市民，也可能变中产阶级啊。这不是一个互斥的排列啦。人民不是主权者。什么是主权者？主权者就是人民的代表，最高的那个代表。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但是除非是在以前那个直接民主的时代，每个人代表他自己，才有可能说我自己是主权者。可是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就很少很少的例子才有直接民主，大部分都是代议政治。代议政治下就会有代表出来，那个就是主权者。只有公民可以行政公共意志，参与主权权威。好，投票，比如投票的时候啊，人民政府都不拥有主权，主权者拥有主权，如果他代表公义。所以他也不是可以随意乱来的嘞，他如果违反公义，他如果违反万国公法，人民也是有理由反抗的。比如说美国怎么独立，美国怎么从英国独立，他就是用万国公法，说你英国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这些殖民地的人。主权在民的意思是统治主权啊，不是领土主权啊。统治主权应源自公民，就是 sovereign authority 应该源自公民，而不是公民拥有主权哦，不是哦，是源自哦。然后呢，居民有没有？没有。外国人有没有？没有。好，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心好，各位好客啊，我靠，也当用餐啦，谢谢。